今年第三场就业博览会集合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新大广场，总共提供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中江市长吴伟铁也到场来鼓励求职民众，希望透过市府的努力来提高就业率。另外，错过民众也唔免烦恼，最后一场将会伫11月登场，都要好好把握。今年第三场就业博览会集合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登场了，现场是吸引真侪民众到场参与。此处总共有124个厂商，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科技业、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等等，种类相当多元。伫东港市场媒体更是到场，为求职者加油。今天第三场就职博览会提供了总共4616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其实对一个社会新鲜人以及在职场上已经有经验的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就要破烂会现场也提供很多大型服务，参与是 CPAS 职业视讯诊断、医诊跟回踪等等，让求职者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将自己最好看的一面带给企业主。另外，经受求职特例的服务，帮忙爸爸妈妈可以方便求职，找到适合的工作。最后，若是错过这场就业博览会，民众唔免烦恼。今年最后一场，预计11月9日将会伫新亚体育场来登场。劳工局嘛呼吁，有意愿参加民众，千万袂当错过。记者陈玉玲伫区采访报道。